有点暧昧哦，搂着你小蛮腰，有亲到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亲到。国华老师，我觉得最后一场不，总冠军赛前最后一场，大家都把这个全力哈，奋力一搏。尤其是佩杰这种表演，应该是第一次吧？对，第一次。我觉得整体的表演非常非常的流畅，而且你的高音在这边非常的扎实。我个人觉得比博安的表演更精彩。谢谢老师。因为其实在表演的当中，你要融入整体的气氛，整个舞你跟舞群的搭配非常的得宜，然后你的高音呢也非常的扎实，然后另外的我觉得你的表情非常的到位，整体表现非常好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博伦老师，我觉得在舞台上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，全力以赴，就是尊重这个表演，尊重这个舞台。我觉得佩杰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做出一个非常难度的一个表演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在给我们比手语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那种手语感觉，我觉得那是带着情感的手势。而且这首歌叫 Take a Bow， 就是谢幕。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落幕，在我们超偶的总冠军的前哨战，你做一个非常好的 demo， 就是全力以赴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。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难唱，非常难的表演，但是我觉得 you do your best， 我觉得我们都看到，我给你很棒的分数，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赶快来看看佩杰的分数，请下。43错了，恭喜我们佩杰，一下去休息，谢谢佩杰。紧张的时刻，